台北新艺术博览会邀请演艺圈数字艺人作画参展，包括 Selina、 黄子佼、品冠、浪花兄弟等，吸引不少爱好艺术者驻足观赏。展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百大名人慈善作品义卖，其中又以 Selina 所提供的作品最吸人眼球。因为我在画这个我花了很多心思去想，我大概花了两天去构思，然后我是把我就是我平常就是附件用的细胶，我把它运用在我的画作上，然后就是我上面还要写一个很简单的字，但是就是代表我的心境，就是 Love conquers all。 因为我觉得心里面只要有爱，很可以克服很多困难跟一切事情。而除了欣赏自己的作品， Selina 也特别走到好友黄子佼展区交流，久未见面的两人立刻聊起家常，除了对好友探访表示感动以外，黄子佼更笑亏 Selina。对呀、啊，我很感动啊，因为刚刚包括任爸、小燕姐大家都有来，那 Selina 其实她是参与那个慈善那一块，那我就跟她说，哎，我的摊位在你斜对面，麻烦你来一下可以吗？那当然没问题 啊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其实我是想看阿丢了，阿丢嘞，好久没有看到他，他在画里面。